台湾位于地震活跃地带，万吉建设机构特别重视房屋结构的安全问题，筏式基础采用大型连贯之基础板，结合深地梁将建筑物所有墙、柱、各种载重部位均匀分布于基础底面之地层。强震发生时，若发生土壤异化现象，当单一点地层下陷，建筑物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反观独立基础分散震度的能力不好，当地层下陷时，容易使建筑物发生单一点倾斜，而导致建筑物发生拉扯，产生不均匀呈现，严重时会造成房屋歪斜的现象。基础嘛，那个是土壤改良嘛，另外一个就是属于筏式基础，做得像一条船一样，土壤液化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在就是说你不知道，你忽视了它，一般的建商不是很有名的一次的建案，那很可能他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。万吉建设机构不仅落实筏式基础工法，同时加强地梁连结柱墙板的强度，甚至超过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，我们才能确保交给住户最安全的品质。万吉建设，细心在您看不见的地方用心。